疫情来临的时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不好意思，现在禁止内用，麻烦大家开始外带。学着适应人与人拉开的距离，摸索着如何建立新的生活方式。在家的时间变多了，让我们必须得面对和家人长时间相处的时光。混乱来得太快，让许多人感到措手不及。能给让我好好工作。来，这位美女，请。妈妈，桌子太高了啦！太高了，好矮哦！看妈妈变魔术哦。哎，哇，真的是变魔术哎！太强了吧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来，我们加快动作哦，要不然就没晚餐吃喽。却也让我们重新面对忽略许久的陪伴，重新经营家人之间的关系。你有啊？你看这里也有啦。在现实层面。每个人也都面临着工作上的冲击，怎么那么多货？有的人面临着突然倍增的工作量，手提箱子也要快快。也有人面临着失业，或是收入锐减的焦虑，大家难免会感到焦虑、迷茫。不知道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会延续多久，许多人没有因此被击倒。素媛旅行团你好，是啊，要报名疫苗团吗？开放外带啊！反而因此找到了改变的契机。啊，编号多少？813是不是？哎 ，AC 813。我们的生活被限制住时，难免都会想念从前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想念无法见到面的人。嗨 ，Hello， 爸爸，好久不见，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也不确定哎，这边疫情现在都还没解封。可是爸爸，今天是妈妈的生日。我知道啊，我送的礼物。有没有收到呢？有啊有啊，你看这个好好玩哦。妈妈说可以这样做，还可以这样子做，耶！哎，小心！而且爸爸这个桌子也很好玩哎。对啊，今天妈妈按这里，它就会自动降低。我们还一起包水饺哎。而且我还在上面跳，完全都不会晃哎。好了，不要这样子，危险。哎，怎么又跳到桌子上了？下来。真的是哦，你看啊，一整天就这样跳。凯凯妞妞，那是不是有东西要拿给爸爸看啊？干嘛？你们要干嘛？哦，一整天下来这样一打二也是很恐怖呢。还好吗？还好啦，已经慢慢习惯了。有喜欢吗？我很喜欢啊，我觉得这个桌子椅子特别好看，而且很实用哎。幸好这个桌子的脚柱是钢板做的，今天凯凯跳上去，幸好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哎，怎么会想要买座椅给我？之前就常听你说居家办公呢，曾经腰酸背痛，所以呢想说要买就买好一点的座椅，它又有人体工学的哦，比较耐用又用了比较久，长期下来呢对你的身体也比较好嘛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妈妈快点许愿。好，新的距离拉近新的距离。